西瓜田里的智勇大较量，还差五个呢，还差五个，把它咽掉，咽掉啊！枸杞园中的默契大对决，胡宝贝加油！回答趣味科学问题，创意美味养生食品，挑战不止，精彩无限。欢迎走进本期《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大家好，欢迎来到《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我是芝麻。在我们挑战大现场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会带同学们来到各种各样好玩又特别的现场。我们的现场你在学校看不到，我们的游戏你在家里玩不了，我们的现场挑战的是你的智慧、你的体能，还有你们的团结协作精神。今天我们的挑战现场就来到了一片西瓜地，但是这可不是普通的西瓜地，这里设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香山乡的百万亩西沙瓜基地。这么大，西沙瓜是什么瓜？我们先不说瓜，先看地。哎，一般的西瓜地呀、啊，不都是土？怎么这儿的西瓜长在石头缝里了？它们是怎么长出来的？而且还能长得这么大个，这么晶莹剔透，味道估计也会很甜。其实啊，这里面是有秘密的。究竟是什么秘密呢？芝麻先不告诉你们，因为我们马上要认识今天来参加我们挑战大现场的队员们。究竟是谁能够如此幸运来到这一片西沙瓜地挑战我们的游戏项目呢？这包河水呀，坐着羊皮筏，中卫香山就是我的家，宁夏枸杞红呀，花儿飘天呀，塞上江南就是我的家。大家好，我叫胡延芳。大家好，我叫杨傲雪。大家好，我叫郝爽。我们是绿岛组合，香山西沙瓜，香飘千万家，绿岛绿岛，勇闯天涯。耶！唐佛子烟，穿红线，一到车道种米线，种米的姑娘会擀面，种米的枸杞红了天。大家好，我叫王雨欣。我叫秦佳玉。我叫王思怡。我们是红宝组合，我们的口号是神果枸杞红中华，几家少年迎天下呀，红宝红宝神勇无敌，耶、yeah! 红宝队口号响亮，绿宝队看着实力也很强，两队同学要在我们的挑战大现场里比个高低。我想问一下，今天谁想成为我们的冠军？比赛谁能夺冠还得一轮一轮比完了看。我们的规则非常简单，挑战大现场的比赛一共分为五轮，哪队同学赢得了更多轮次的胜利就会获得今天的冠军。听清楚我们的游戏规则了吗？听清楚了。好，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轮比赛，智勇大较量。在石头地里为什么能长出又大又甜的西瓜呢？秘密就在这些小石头上。原来这是当地老百姓发明的一种生产方式，叫做压沙。压沙就是把沙粒石子覆盖在干旱的山地表面，这样做既能增加地温，又能减少山地表层水分和营养的流失。压沙地里长出的西瓜不仅又大又甜，而且营养丰富，并富含保健元素硒，西沙瓜因此得名。我们智勇大较量的比赛场地就在这瓜地里，西沙瓜的瓜地地上都是石子，一会儿同学们要小心了。我们用旗子围成了两块瓜地啊，地方不大但也不小。我们要同学们在规定的五分钟时间内数出瓜地里究竟有多少西瓜，三人一组默契配合，这可是斗智斗勇的关键时刻。你们有没有信心五分钟之内数出了多少西瓜？有。好，两队进入瓜地开始数瓜，准备，五分钟啊，三二一，开始。
怎么数是关键啊，横着的数，纵着的数，或者是啊按一个小圈来数都可以，关键要数清楚。芝麻是知道答案的，我知道两边瓜地分别有多少西瓜。密宝队数了几个？现在87个是吗？不对，我看看红宝队，红宝队你们数了几个？81个。不对不对，还有1分钟，最后1分钟啊。5 4 3，快回来，2 1.5 1，时间到。首先问一下红宝队，你们那块瓜地多少个西瓜？75个。多少个？91个。确定了？确定。想知道正确答案吗？想。我得先问一下你们，你们怎么数的？我。你们怎么数的？排一竖排。嗯。这叫竖排是吗？就根据种西瓜的这个藤来数，叫顺藤数瓜。顺藤摸瓜。你们三个怎么数的？每人两行。每人两行。两竖行。每人两竖行。嗯。两队同学都没数对。红宝队，你们这个瓜地里91粒西瓜，你们队那瓜地里啊96个，还差5个。可如果这样就算你们两队智勇大较量都挑战失败，芝麻实在看不下去，咱们再来一个加时赛怎么样？行。我们接下来的加时赛的比赛规则非常简单，3人4组运西瓜，把你们三个人的中间的腿都绑在一起，哎，运10个西瓜，在规定的距离内，哪队同学率先运到了10个西瓜，哪队就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比赛就在这里。把西瓜交给你们，哎，准备，3 2 1，开始。捧住啊，别让西瓜掉了啊。转身，对，自己调整好，回来应该快点了。好，你一个，你一个，不抱，你不抱是吧？你也抱，来3个，走，走得了吗？速度明显慢了啊。还剩5个，你看，这至少还得有2次，还差5个呢，还差5个。第一次还要拿1个来适应一下，现在要几个？加油！2分钟啊！你们互相挤什么呀？累不累？抱几个？到终点来冲我打招呼，我就停表走。给红宝队一点经验，一点教训，是什么？给他们点建议。不要挤来挤去的。别挤来挤去。没有建议还是？没建议，因为他们赢了，你们就输了是吧？对。好，绿宝队的用时是3分09秒，我们接下来看看红宝队的表现。准备，你们要第一次运几个？两个，来给。这个也很沉。哎呀，还拿2个吗？确定啊？3 2 1，出发！拿住了啊！漂亮，回来重新拿。你们已经超过终点线好远了，终点线是蓝旗。快回来！加油！怎么谁的脚在别人脚上面了？已经拿几个？好，走！回来要快啊！已经1分多了，拿几个？还有2个。到底几个？3个。好，怎么挤在一起去了？中间女生别摔倒了啊！2分钟了，
哎呀，别这样，一啊一啊一啊，要几个？两三个一次翻倒吧，来，走。先抱沉的后抱轻的，你们怎么先抱两个两轮再抱三个的两轮呢？先抱两个尝试一下，哦，让觉得合适了再抱三个是吧？谁觉得自己先生最累？这轮谁最累？你们仨。哇，还有脸皮薄的，看来啊不好意思举手，因为第一轮第二轮都没举西瓜是吧？可是他也挺不容易的，我跟你说他刚才走过来都这样的，一二一二也不容易。三位女生在一个队，一般大家都认为他们会速度慢一点，但是你们的用时是2分46秒，你们赢了。我们这轮比的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西瓜不吐西瓜籽儿。两队同学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三块西瓜吃完，同时啊，西瓜籽儿要挑出30颗，不能是吃到嘴里去的把它吐出来，而是先挑出来，或者是边吃我们看到的西瓜籽把它捡出来，可以用勺子可以用筷子，在找到30粒西瓜籽的基础之上，哪队吃西瓜用时更短就会获得比赛的胜利。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你们是要先比赛对不对？对。好，来给你们工具啊，自己选择，3、2、1开始，先刮出30粒来啊。你可以先刮出来，也可以边吃边刮也行，芝麻负责验收啊，开始吃了啊，吃进去的不能吐出来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还差5粒，2、3、4开吃，30粒够了，加油。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红宝吃瓜不知道哪有，抓紧时间啊，女同学，这个时候就不能管什么优雅不优雅了，要比的是快速，你笑这一下西瓜就少咽一口。我建议你其实可以先吃一半，剩下那一半如果你没吃完让队友帮你吃啊。已经过去了1分55秒，太慢了，加油。哎呦，看这位女同学啊，秦佳玉现在速度很快，秦佳玉加油。西瓜好吃吗？西瓜甜不甜？2分40秒了，哎呦，加油加油，3分钟了。好，秦佳玉现在快吃完了啊，秦佳玉加油，你吃完了可以替你的同学一起吃啊，至少得把我们这红瓤都吃掉啊。好，中间的也快吃完了啊，秦佳玉加油，对，把你的牙用起来，这个时候别管嘴在哪儿了，知道牙怎么啃就行。好，秦佳玉你算完成，赶紧，要不要帮他们出援手了啊，呵，快刮。哎呦，怎么都吃哭了都，最后2下啊。好，3人站到芝麻身边来，把它咽掉，咽掉啊，咽掉，张嘴看着我，看到吃完为止。哎，咽得太慢啊，咽了啊。好，一个完成。我现在问一个问题，西瓜甜不甜？甜。好，证明咽掉了。你看秦佳玉把他们的名字都吃到后边去了，你还笑他呢，你看看你这。好，三位女生的用时是4分58秒，你要觉得你比他快的话，你可以来试一试呀。接下来我们就请绿宝队真的试一试。绿宝队，刚才你们看红宝队怎么吃了吗？看见了。有什么经验教训来说一下？觉得他们吃的太慢了。吃太慢，你的战术是什么？先挑瓜子还是先吃？先吃，先吃，先把上面这一层吃掉，然后再用勺子把这个刮出来。哦，好吧，看看你们的战术能否更加的节约时间。准备，3、2、1，开始。牙还给自己推是吧？是让自己的牙加把劲儿是吧？牙加油啃！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快吃！一分十三秒啊，快吃！哎呦，好嘛，喝，掰不动他帮忙来。哎呀，哎呀，这西瓜立马就变成八瓣了。这变小点是吃的更快了。两分半啊，快吃快吃！你每笑一次就浪费时间啊，三分钟了。刚才你们的对手用时是四分五十八秒，西瓜甜不甜？哦，咽西瓜籽了吗？嗯，咽了多少颗？好，可以完成。啊！我也要再来一半，他要再来一半，你再掰一半给他，他不给你。哎呀，哎呀，三分五十秒，快！哎呀，哎呀，哎，哎呦，好，男生吃完了，这还没吃完，没吃干净。好，完成，咽下去，要告诉我西瓜甜不甜啊？我的西瓜特别甜。好，我们吃西瓜是动嘴，你吃西瓜是动腿啊，腿一直在这儿，大家都没看到了，这样能借上劲儿吗？这样我觉得可以让自己吃得更快。你知道你吃西瓜使了多大劲儿吗？看看他用过的勺子。如果赢了，你觉得优势在哪？在我。在你什么？在我吃的比较快，肚子比较大。其实不光是吃的比较快啊，还有一点，他们把西瓜分成了很多的部分，这样更容易下嘴，对吧？对。你们队的最后用时是四分四十三秒，你们赢了。采购区的小芝麻背着两个小竹筐。哎，你们这么严肃干嘛？我们虽然是比赛，同时也是学习。本轮比赛默契大对决，两队同学啊，要在我们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的万亩枸杞观光园里摘枸杞。哎，这枸杞啊可是咱们这儿的特产，对不对？对。都吃过吧？吃过。喝过它泡的水吧？这可是一种东方非常典型的具有保健功效的植物，对吧？对。那它究竟怎么采呢？今天咱们就在这儿学一学，比一比，两个小竹筐一对一个，具体怎么摘呀？一个人负责左手来扶枝子，一个人右手摘，还有一位同学拿筐等着摘下来的枸杞，要三人配合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动作。比的是在规定时间内哪队摘得更多更干净，就会获得这轮比赛的胜利。但是究竟具体怎么样摘得更好呢？我们还是有请专业的老师做一个简单的辅导。摘枸杞第一点就是先把这个头顶这个枸杞多的一个枝子用左手摘起来，然后抖一下，它枸杞就是顺下来了。然后我们头顶这个有红有大的第一个，我们就目标头顶以后就一个一个摘，速度快一点。然后小的不要摘小的，小的让它继续生长。在摘的时候不要把枸杞弄破了，保持它的这个完整性。滴滴滴滴滴。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中宁县地处宁夏平原南端，黄河穿越县境68公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使这里出产的枸杞品质上乘，名闻天下。说到枸杞，我们中国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中国人食用枸杞的历史非常悠久，
早在2000多年前，《诗经》里就出现了关于它的记载。现在，人们都知道红红的枸杞子既好吃又营养丰富。其实，作为一种落叶灌木，枸杞浑身都是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春采枸杞叶，名天津草；夏采花，名长生草；秋采籽，名枸杞子；冬采根，名地骨皮。”这段话的意思表明，可以在不同的季节采摘枸杞的籽、花、叶、根，它们都能入药。数量上看，两队采的好像差不多，但是究竟谁采的质量更高呢？我们有请曹老师来做一个专业的评判。这边是绿宝队的，小坤通过第一个摘采，第一个啥，第一个量数量都差不多，第一个摘的比较干净，不带叶子，第一个里面叶子就比较多，粗心了。绿队就是很非常干净，所以绿队、第一轮就绿队就胜了。好，我们恭喜绿宝队获得了默契大对决的胜利。耶、问答大比拼，本轮游戏考察的是两队同学对于我们本地知识的了解程度。我们采取交替回答问题淘汰赛的赛制，每位队员都要回答芝麻的提问，如果你答错了，你将被淘汰，由下一位队员继续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你们队三位队员都答错了，那么另外一队就会获得比赛的胜利。听清楚我们的游戏规则了吗？听清楚了。好，我们首先由有男生的绿宝队来回答我的问题，请听题。药学著作《本草纲目》当中记载了枸杞的药用价值，那么请问这部书的作者是神农氏张仲景还是李时珍？请选择。李时珍。回答正确。请听题，宁夏拥有被誉为红黄蓝白黑的五宝，那么请问你们队是什么宝？红宝。没错。那么请问红宝指的是什么呢？是红枣枸杞还是西沙瓜？请选择。枸杞。确定？确定。回答正确。明显红宝队拉拉队的数量比较多啊，你们要小心了啊。请听题，西沙瓜的瓜地里为什么要铺压沙石？有几个选项啊，为了蓄水保温，还是防风固沙，还是承载重量？请选择。防风固沙。确定？确定。不改了？不改了。正确答案，蓄水保温。为什么你不坚持自己的选择呢？你被淘汰了。请听题，花儿是流传在西北地区啊，包括咱们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种民歌。那么请问以下哪一个关键词不是花儿这种艺术形式的主要风格，不是它的主要风格啊？高昂、奔放还是舒缓？请选择。请选择。高昂、奔放还是舒缓？三二一，请作答。奔放。确定？不改了。正确答案是舒缓。耶、yeah! 淘汰了啊，抱歉。请听题，宁夏中卫有一种瓜，西瓜，它生长在石头缝里，请问这种瓜叫做什么瓜？没有选项。山上西沙瓜。能再说清吗？沙沙沙沙瓜，香山西沙瓜。香山西沙瓜是吧？回答正确。耶、yeah! 你
您只要答出西沙瓜来是对了。生长在霜冻的西瓜特别甜，特别好吃。那么请问，这瓜为什么这么甜？下面给你说出答案当中错误的一个：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还是降多，哪个不是它甜的原因？等一下，哪个不是西沙瓜甜的原因？想想我们当地的气候啊、特点呀。就日照时间特别长是吧？我们这里日照时间不长是吗？我们这儿日照时间其实挺长的。正确答案降雨多，想改来不及了。请听题：风能是一种节能环保的新能源。那么请问，以下哪一项不是风力发电的优势？清洁环保、永不枯竭，还是成本低？请选择。清洁环保，这风能发电不清洁不环保是吧？不够清洁不够环保。你在这附近看见风车了吗？没看见，改不改？改，不改了。这附近真的有风车，西沙瓜地哪都有。风能发电清洁环保，同时啊是可再生资源，永不枯竭，但是盖一个风车成本有点高，所以正确答案是成本低。你被淘汰了，请听题。中宁的枸杞有很多的特点，让它闻名于世。比如说，它很饱满、很甘甜，营养价值很高。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大。我还没给你选项呢。颗粒较大，确定？回答正确。到你了，紧张吗？那你抖什么？请听题。枸杞已经有多少年的人工栽培历史？野生的咱不管啊，人工栽培历史，400多年、600多年还是800多年？请选择。600多年。400、600、800。600。确定？确定。回答正确。耶！请听题：中宁有一种蒿子面是吧？当中的这蒿子指的是什么呢？苏打粉、玉米粉还是蒿草？请选择。蒿草。回答正确。这一道判断题啊，宁夏的枸杞在中国的栽植面积是最大的，请问我说的对吗？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在我们国家算是一个面积比较小的行政区，反正自治区里它的面积是最小的。确定？确定。回答正确。耶！请听题：枸杞主要是以机械采摘为主，对吗？错。那是怎么采摘？人工采摘。回答正确。耶！在花儿对唱当中，女方被称为花儿，那么请问男方被称为什么？哎，花儿对唱的啊，女方花啊，少女美貌如花。那么这个男孩我们叫他什么呢？有答案吗？没有。正确答案是少年。你们赢了。创意大测试，两位同学现在已经变身成为了大厨。在3天之前我们就已经给他们布置了这样一个任务。枸杞是一种中药材，同时呢也可以日常食用。在这轮比赛当中，两队同学就要运用洗干净的新鲜的枸杞作为主要原料来制作两道美食。哎，制作美食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运用其他的食材作为辅助，但是用时只有15分钟。在规定时间内，哪队同学制作的美食得到了更多大众评委的青睐，哪队就会获得这轮比赛的胜利。听清楚我们的游戏规则了吗？听清楚了。那么究竟哪队能做得更好呢？两队同学请准备，15分钟计时开始。注意啊，要从美食的角度，色香味俱全，还要从药用价值的角度，两方面兼顾，
来制作我们的枸杞主题的食品。做完了吗？做完了。二一，时间到。好了，我们现在两位同学都做完了吗？做完了。现场我们今天来了很多的大众评委，一共有17位，有小朋友也有大人，你们要用自己的菜品去打动他们。首先两位同学有1分钟的介绍自己菜品的营养价值。首先由绿宝队开始。我们主要做的是枸杞沙拉和枸杞汤圆。这个枸杞沙拉它里面有枸杞，也有芝麻、西沙瓜，这种它可以具有保护肝脏、保护脾脏，并且还有排毒养颜的功效。这个呢看起来很有观赏价值，并且营养价值也很高。这里面看起来还有汤圆，还有这个红枣也很具有保养自己的皮肤的这个功效。希望你们投我们绿宝队一票。好了，评委们听完了他们的介绍，现在我们由红宝队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两道菜。我们这次做的有养生枸杞苦菜，还有养颜银耳枸杞粥。枸杞呢营养价值很高，养肝护目，银耳可以护肺，然后吃起来虽然很苦，但是苦中有甜。两位同学都已经进行了拉票和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17位评委，每人就尝一小口啊，这量不大，品尝一下两队的菜品，再回忆一下两队讲的他们这个美食当中的营养价值，做出你们的评判，并投上宝贵的一票。现在17位评委都已经品尝过了你们每组做的营养美食，每位评委手上有一个小小的枸杞贴纸作为他们的票。哎，如果您认为哪队的美食更符合您的标准，请把这一票贴在队员的脸上或者身上，我们比看谁的票数多啊。请闭眼，评委们请投票。哎呀，有的人脸上被摁了好几下了，哎呀，尽量往脸上贴啊，尽量往脸上贴。哎，好了，我数到3，我们一起睁眼，自己看看自己队友身上有几个贴纸啊。来，1、2、3，请睁眼。1、2、3、4、5、6。通过我们的投票，我们的绿宝队得到了6票。而红宝贝得到了11票，你们赢了！ Yeah! 通过了5轮比赛，我们今天了解了宁夏的特产有枸杞，还有西沙瓜等等等等。我想问一下两位同学，你们今天有收获吗？有。参加我们的挑战大现场，你们开心吗？开心。好的，当然了，是比赛就有胜负，是竞争就有冠军。两位同学表现的都很出色，我们首先要感谢今天得到2名的绿宝队，你们获得了2名的荣誉证书，来，谢谢你们。那么获得我们今天冠军的就是红宝队，恭喜你们荣誉证书。同时呢，同学们还可以得到由我们万亩枸杞观光基地为大家提供的一份奖品。当然了，你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就是芝麻的科学书，里面有100多道科学怪问题，帮助你们考倒周围的朋友们，好不好？好。同学们，我们的挑战大现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想问一下两位同学，如果下次我们再邀请你们，你们还愿意来参加吗？对了，我们的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在不一样的现场带给你特别的收获。我们的现场已经为你做好准备，电视机前的你想来挑战吗？今天的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